第二十七题，制造硫酸的过程如下：阶段一，硫与氧气燃烧产生二氧化硫；阶段二，利用催化剂使二氧化硫与氧反应产生三氧化硫，再由后续反应生成硫酸，则阶段一反应中的氧化剂和阶段二反应中的还原剂依序分别为下列何者？国二所教的氧化叫做得到氧，还原叫做失去氧。氧化剂是让人家氧化自己还原，还原剂是让人家还原自己氧化。我们的阶段一，硫得到了氧变成二氧化硫，它发生了氧化反应，所以它是还原剂，因此我们的氧气就是我们的氧化剂。而我们的阶段二，我们的二氧化硫变成了三氧化硫，所以它得到氧，它发生了氧化反应，它就是还原剂，所以阶段二的还原剂呢是我们的二氧化硫。因此第二十七题问我们说，则阶段一中的氧化剂和阶段二中的还原剂依序分别为下列何者？我们答案选的是 A O2 SO2。